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点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夕的爱情也会孤单行。阿边上，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在做做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1800-799-7777-138，现场电话1800-799-7777-138，咱这个电话永远是何同树林定正的电话1800-799-7777-138。来，咱来报一个最近吼流感的这个高峰呢。那么，敢那一礼拜吼，都超过100,000人啊来挂病号，吼来挂号啊。那么，这是优华健康网综合报道吼。这个流感高峰期已经到啊啦，啊，顶礼拜大概也差不多有10,000人，因为出现流感的这个症状啊来就医。那么疫情吼、哦，不用小气的吼。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醒民众吼、哦，若是出现了流感的这个症状，啊，但伊也无讲啊，什么叫做流感的症状，伊嘛爱讲出来，要大家才知啊。你敢若讲流感的症状，有足侪人唔知影讲，什么叫做流感的这个流行性感冒这个症状呢？对不对啦？啊，这个报唔来报较清楚，人看到咱嘛知啊，我就是流感啊，赶紧的看要哪处理哦。你讲对不对啦？哈、啊。那么应该哦。真早就要就医，吼、哦！其中若有符合着公费流感
抗病毒药剂使用的这个对象者，嘛会用个主动，甲医生讲使用公费药剂啊来做治疗啦，以减少疾病的这个传染啊，哦，并且降低发生重症啊甲死亡的这个几率嘞。一贯数的这个疫情监视资料显示，顶礼拜这个正月初五到十一，哦，那么流感的这个门诊病例1.64%，1.64%，哦，比较顶礼拜1.52%。上升了7.9%，那么类流感急诊的这个病例13.1%，比较这前礼拜12.55%，上升了4.44%，显示讲流感伊的这个疫情进入高峰期，顶礼拜。门诊急诊的时阵啊，就大概差不多有10万人，因为这个类流感症头啊来就医，因此吼、哦，疾管署的提醒大家啦，如果吼、哦、出现呼吸道的这个症状吼、哦，一定爱赶紧吼啊戴这个口罩啦，吼、哦、捂嘴咽吼，那么紧紧去就医啦。并哦，上好请假踮咧厝诶休困，吼、哦。其中若是有符合使用抗病毒药剂资格诶即个民众哈，就是敢是毋知，敢是毋知65岁起诶是安怎，啊，佫有一寡即个囡仔安怎吼，拢会当去做吼，免钱吼。那么嘛会当主动甲医生讲，哦，伊哩。后续伊的这个治疗了啊。那么十大族群符合着公费治疗药剂这个资格，吼、哦。疾管署伊伫咧讲啦，若是无小心去感染着这个类流感的这个民众哦，只要符合以下公费药剂使用的这个对象，任何一个条件啦，吼、哦。那么经医生评估了后，拢会当依规定使用公费药剂来做治疗。目前公费药剂分为克流感、口服的，吼、哦，以及到水乐沙是克流型的，哦，用吸的就对了，吼、哦。这两种拢用过治疗 A 型或者是 B 型的这个流感，符合到公费药剂资格。如下，哦，头一个符合流感并发症通报病例，哦，再来第二，孕妇有新的这个妇女经评估需要及时用药的这个患者，第三，伴随危险伊的这个征兆之类的这个流感患者，第四。过度的这个大块，哦 ，BMI 35之类流感患者，第五，类流感这个群聚事件的这个患者，第六，发高烧持续48点真久，哦，12.2就是36、48，哦，4天的哦。二是48，哦，无啦，2天啦，哦，伊个即个流感的即个患者，哦，就是讲高烧啦，哦，即、這个30多度、40多度遮啦，无啦，40多度都超过个啦，吼、哦，30多度遮持续2天以上个，哦，遮拢是符合条件。第七，厝个人、同事、同学内面有类流感发病者。第八，重大的这个伤病，免疫不全，哦，
也甲心肺血管疾病，以及着糖尿病等等者类流感的这个患者。第九 ，H7N9 流感通报的这个病例，以及着 H7N9 流感确定病例之密切接触者。第十 ，H5N1 流感病例，以及着H5N1 流感疑似啦吼，都疑似的就对啦吼。可能或者是讲确定病例，伊的这个密切接触者，以上这十项，这个算讲有符合的，才会资格拢会当甲医生讲，会当做这个。公费的这个药剂，啊来做治疗。那么有关这个身体吼，大家爱保重啊，吼。有的感冒，人就翘起啊，这是会使讲真无价值啊，吼，真无值得啊，吼。所以嘛使讲哦，平常时啊上好，你家本身哦抵抗力强，抵抗力强，吼。你是阿红到即阵啊，讲啥咧住啥，我无啦，哦阿红拢无，吼。好啦，咱讲到这结束，其他的几位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继续收看。阿宏，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